声美好，表演者张鹤伦、王鹤炎。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。谢谢啊，今天来了好多的朋友们，心里边也十分的高兴、激动，同时啊，觉得啊，能明白吗？听不见吗？声音太小是吧？好了，我再调一下啊。这回怎么样？好了是吧？二楼的朋友，请用你们的掌声回馈我一下。开心。这边开演唱会，也不是说两句话，因为我们一上台来啊，有朋友认识我们，是也有不认识我们的，有新朋友。对了，所以说难免的得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是吧？还有说。错了啊！你带着老公，咱们下回好不好？这是不见外啊！带着老公来，还在那这么客气。因为我们今天来了好多朋友啊，还有带着媳妇来的啊，还有带着朋友来的，对，还有带着朋友的媳妇来的。说两句。您先等一会儿。怎么了？没有带着朋友的媳妇儿。你听听。啊，我打算在这儿常住。说两句话，这么多的朋友呢？哎，没有。你敢保证哪一对都是自己的吗？我敢说都是本对儿。这么敢保证？对了，这么着咱简单调查一下。怎么调查？楼上楼下的，包括地下室的朋友。对，地下室还有，你不当有。啊，这么着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，举下手我看看。看，你瞧瞧，剩下都是别人的呀。好嘛，你们玩的也太开放了。刚才举手的都是少数。就是啊，在头一排，是两口子吗？是两口子吗？大哥在那，大姐在那，干什么？到底是不是？已经穿帮了。哦，不是，没关系，不是，请距离分开一点，好不好？人家买这票就是这么做的啊。是，这是两口子吗？为什么是后排说不是？我问他们两个呢。哎，这是无所谓啊，是两口子祝你们幸福。哎，不是两口子祝你们平安。什么话呢？这叫没关系，四个人好好过呗。本来两口子怎么又多俩呀？刚才大哥不搭茬了吗？哎，跟人家没关系。真的，甭管带谁来的啊，都是捧我们来的。捧德云社，捧德云社的相声是有好多的朋友 啊，现在都在陆续的进场当中。哎，都找座了。确实，剧场很大，好多朋友都在找。因为今天是我师傅的相声专场嘛，郭老师的专场。对了，一会儿呢，他们两个陆续的上来给您表演。哎，首先呢，先做个自我的介绍，得说说，毕竟有人认识不熟悉嘛。哎，我叫张鹤伦，是吗？啊，特别的，特别。人情，嗯，不鼓掌是本分。哦，就是今天的本分人特别多。您好好听听，这都是人情啊，都是大伙捧咱啊。对了，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和名气啊，但是隆重的啊，怎么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演员？您也不要客气啊。那都知道他的外号叫什么？不用您解释这个，对，我大黄他还叫小白呢，您怎么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轮到他了吗？对，大黄你听话啊，今天人来看谁来的，不是看你来的。不是，小白你也得少说两话。听话，看师傅来的。是，那您也不能老那么说。黄，对，听话啊，管不了。不是，咱这。
天没喂狗粮。小白，捡回来。聊天有朋友吗？我宁愿没有朋友。别这样，多新鲜！您这真遛狗来了是吧？我不介绍您的吗？介绍谁了？都知道他叫大鹏。哎，别老说外号。观众们也管我叫小白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外号其实也挺好的。是吗？但是有朋友一直纳闷，为什么他叫大黄，为什么叫小白呢？观众起的呀。今天呢，在这儿我就要隆重的这解释一下。哦，您说说。这事儿呢，得说到最当初啊，当初他母亲怀他那个时候，是进了产房了。哦，要生还没生的时候，他父亲在门口徘徊，到底生个什么呀？生个土豆还生个圆白菜？我爸去买菜去了。没有当过父亲呢，心里边紧张啊。啊，这时候他在里边降生了。哦，降生，他父亲一听，听着他鼓鼓坠地的声音，门口咣一下晕倒了。哟，这时候苦了他母亲了。是吗？这边自个儿刚出生的儿子得照顾着，我这边自个儿生病的爷们儿，我爸爸得伺候着。啊，对吧？一边喂喂奶，一边喂喂药，一边喂喂奶，一边喂喂药，一边喂喂奶，一边喂喂药。时间长啊，就乱了。怎么了？乱了。这边喂喂奶，这边喂喂药，这边喂喂奶，这边喂喂药。孩子吃错药了，脸就黄。他爸爸奶喝多了就白。我讨厌。介绍您的。介绍谁的？介绍他们爷儿俩的。咱哥俩这关系见外吗？不见外也不能这么亲近。郎老师现在在台上是有自己的艺术魅力的。没有什么风格。真的，有朋友认为他长得模样有什么艺术魅力啊？有钢丝没钢高，除了屁股都是腰。对，我跟你那就是你认为的。那观众认为哪位？对不对？第六排那胖子。您这眼神还能看见那儿呢？对，一看就是那胖子。别举手了，你不是第四排吗？这长相无所谓啊，对不对？长得难看怎么了？哦，我们自己又看不见。我们咱这心太大了。人活着不就是一个心态吗？啊，这倒对，对不对？活到现在来说，人家老老实实，今年是30多岁是吧？37了。37了。老话也说得好。说什么？人过30古来稀。对。对于现在的谁说的这老话啊？就是啊，我姥姥说的话。您老了说的叫老话不对，70，人过70古来稀。对，您算是稀一半了吧？我就不能降一回吗？不是，您这叫什么？什么叫稀一半？人过30，我这叫中年。对，人到中年，30多岁，哎，人有一话形容吗？怎么说？30多岁的男人啊，就像蒲公英一样，哎，漂泊不定。不对啊，一阵风说秃就秃了。你要这么说，孟非会很开心的。您跟他不一样，这本来就不一样。人家是聪明的脑袋不长毛，那我这个呢？您这是化疗。对，谁告诉你的？这是有区别的。你那是嘴该化疗了，我告诉你。郎老师，您凭的站在这个台上凭的是什么？那凭的是实力。对了，是实力。哎，说两句，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也得感谢。感谢德云社给的这个平台。对了，得感谢我师父郭老师。来到德云社，知道我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的负债累累。您听，您说怎么回事？到现在的有房有车。哦，您说是还贷款？对了，有能力。现在来说有2套房、3辆车、2个超市，还有1个手机店。这些不是靠别人啊，都是靠我自己一点一滴想象出来的。做梦啊，合着是做梦怎么了？啊，人应该有梦想，那得现实一点。无所谓，得努力，开心就好嘛。好好，对不对？人您来到这儿听相声不是为了开心吗？把工作先放到一边，对，让自己开心放松了一下。哎，不要像有些人一样啊，每天就为了上班挣钱。哦，这有什么意义啊？不太好。有的人生活每天就上班下班吃饭睡觉，上班下班吃饭睡觉，加班加班上班下班吃饭睡觉，加班加班吃饭睡觉，加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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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死了！这不胡说八道！惨痛的
人生没这么悲剧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了青春。哦，不太好。好，老老实来说吧，我怎么样？人家在舞台上有自己的艺术风格。哎呀，就是胡来了，观众现在也都喜欢 啊。德云社捧哏当中来说啊，不敢说您是头一名吧，但最起码是倒数第一。您倒数第一就别含糊了，这倒数的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倒数了？我这反正您名列前茅。哦，这有来回说，这是。那你跟于老师比不了。那是于老师，但是德云社是捧哏巨匠，相声皇后。对，哎，于老师，于大爷怎么皇后呢？我师父老说的相声皇后嘛。哦，人家是名气大，咱比不了，但是慢慢来。是，老话也说，没有一口吃成一个小肥胖子的。对，都得是慢慢的。这也是你姥姥说的。你跟人家比是有差距的，那得努力呀。但是你也有比他们强的地方。我哪比他们强？学历就比他们强。哎，您别提这个。都知道德云社有一个高学历的吗？学历都不高。并没有。对。爆料啊！爆料啊！我师父啊，我师父的学历就是小本。小本。郭老师怎么小本呢？小学本科。这小学还有本科？对了。于谦老师，于大爷，幼本，幼本，那甭问了，幼儿园本科。岳云鹏，小学是胎本，哎，有，这不是胡说吗？就这十个月的学历，对，没有什么学历啊。拿您来说吧，您刚才就说到我，这是高学历，谈不上，清华的落榜生，我还不如小岳呢。清华落榜这事儿别提了，没考上清华并不丢人啊，那也没露脸。对，我们每个人还没有自己的梦想吗？那倒是，考清华当年是失之交臂。哎，这个词儿很准确。考清华当年差了620分。对，啊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失之交臂，差620啊！我是大傻子，你别那么高调，我是大傻子。怎么自我介绍来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这是反义疑问句，我是大傻子啊！这人没羞没臊。小白把这再捡回来，我上一边去。哪儿的事儿去？谁差620？我知道。行了，我不是差620，怎么了？我是考了620。对，哦，我说什么？你说我差620？我错了。能差很多吗？那可不，考了620分，哎，但是仍然没有考上清华。这是因为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10000，我活不了了，所以说是失之交臂。您大爷，我理解理解吧，我考620，录取10000分，我还失之交臂，我是自己剁碎了吧，给我扔出去了，是不是没考上？没考上，但不是10000的分。我记得是没考上，差一点，但是也报考了自己理想的学府。我的第二志愿就是蓝翔技校，学的是挖掘机专业。您这，您等您等会儿，大伙儿都笑话您了。挖掘机我们都知道，就一个钩。您这俩，这怎么回事儿呢？双学位哦，双学位，硕本连读。您是那儿的书记是怎么着？没听说过这挖掘机还硕本还俩勾儿？我记得不是蓝翔，不是蓝翔，新东方，新东方干嘛？美容美发，对不对？我这模样这发型美容美发？哎哎，脑袋是不是贴膜了？谁往脑袋上贴膜啊？磨砂的。我废话，头两天刮完了还是高清的呢。那厨师面点。怎么呢？厨师面脑子大脖子粗嘛，肯定是果腹。好，他把大管面子给摸了。不可能，你跟大管没缘。我不是这个，我不是蓝翔，也不是新东方，北京上的大学，北工大。非得说出来，更正一下。很露脸吗？那也得说。北工大有朋友应该知道吧？那可不。北京公交大学。哎，学的是倒档系。您呢？您瞧他那作死的样子。公交大学倒档期，这毕了业怎么往前开呀？这个，那是读研的事情。读研的，烤串儿呀，怎么样的？完了又。北工大是北京工业大学。北京工业大学怎样？那怎样不怎样的也比那强，你知道吗？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。哎呀，
还把学院都说出来，211工程计算机学院应该有这个学府的，因为他在妓院当中。等会儿，怎么了？说什么呢？计算机学院，简称妓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自己说。有。上过大学的朋友都这么聊天啊？我没想到今天校友都来了啊。不是，这两码事儿，我没说一样啊。您不能一块儿说。对呀、啊，你还毕业之后不分到了东莞？我谁呀、啊？对吗？我上那儿干嘛去？考研嘛。考什么研？没去过那儿。那我忘了，是进修还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没事。然后回到北京之后啊，然后就刚开始那个，后来你说了相声啊，对，最开始也把自己的学问放在了一边，是到现在啊，不也堕落成一个臭捧哏的吗？这话怎么说？对不对？我并没有瞧不起你吧？你还要怎么瞧不起我？堕落臭捧哏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并没有瞧不起他们那些没有学问的人，学就是像什么？你先等一下，那说我没有学问啊？好像您没有学问，多心酸呢！我这现在说话都不一样，还心酸，文绉绉的感觉。没看出您文绉绉啊？觉得您有点骚气气，不会聊天那个，哎，不想跟您说话了，已经啊。不是在北汉，这咱那个大学你都没有见过。哦，那行，您介绍一下您的学府。学府啊，你猜猜，我，你猜猜，猜猜中国国内的吗？我国外呀、啊。哟，国内能容得下我吗？哇、哦，你是犯了多少事儿啊？这是，容不下你了。拿我当谁呢？啊，咱国外。国外呀、啊。对了，我想想啊。国外几所名校，牛津。牛津不行，嚼不动。对，牛蹄筋儿啊！是不喜欢那个学校。哦，那是那牛津不知道这个剑桥。剑桥，对，修路都不修。这学校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那您是耶鲁？耶鲁？那毕业的？哦，对。不对，您乐什么呀？为了羞臊一下您。羞臊谁了？您到底哪个学校？咱们我们的学校，我先给你个提示吧。啊，我们的学校门口有个雕像。哪个学校都有。那雕像断了一只胳膊。哦、叫什么？那维塔斯。维塔斯。对了。断胳膊我知道了，那叫维纳斯。谁说的？维塔斯唱海豚音的那个。我拉倒吧，维纳斯不打台球那个吗？打台球那不是戴维斯吗？戴维斯不是牛仔裤吗？李维斯，李维斯不湖南的主持人吗？李维嘉了解一下。李维嘉不是香港首富吗？李嘉诚，李嘉诚不是内蒙的奶牛大王吗？那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叫什么劲呢？废话，谁见过你们学校一进门一大堆雕像都没胳膊的？就我们学校，咱不提我们学校，不要提学校，提学校就算那儿毕业的，就拿了一纸证书，我觉得你真正的学问也体现不出来，文凭看不出来。对了，上学的时候大伙都学得记到脑子里边。对呀、啊，学问不是说出来的，是而是体现出来的，那得运用去。对了，在上学的时候，咱就不说别的了啊，知道吧？古典诗词。您先等会儿，如今都学过吧？您上国外学古典诗词？国外中文系怎么了？国外中文系？对了，那不跟蓝翔学计算机是一样的？我给他们普及呀、啊，哪个叫知乎者也，语言哉呀、啊？你说这有用吗？给他们教他们的，哎，哎呦，尔等不晓得、啊，这句还行，尔等不明博。就说我不明白，尔等知道个屁！我杀人要不犯法，我早弄死你了。哪个文人说知道个大字？你瞧瞧，前两句他都懵了。谁懵了？没学过吗？知乎者也。学过知乎者也，您这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鸡叫声，唯闻鸡啼。没学过吗？是没学过。您这是一个养殖类的这个诗词。谁说都会背这个？哦，都会这个。对了啊，我
万一背错了呢？我都会背这个。人家说什么我都没听见。他得，这会儿让您背。没人听这个。有没有？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不闻，唧唧生悲问女叹息，问女何所思？问女何所忆？女无所思，女无所忆。昨夜见君点头寒大脑，君十二岁追九爷，听阿姨问大儿木兰不长兄，愿为市鞍马，从此一夜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，可以鼓掌啦。我们这书上都写着呢，你们那是背诵全文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那是可以读掌官。好的，他这倒见好就收。文言文都学过，《出师表》《出师表》也能背。先帝创业未半，耳中道花光预算啊，完了啊，对不去了。好，您这《出师表》失之交臂呀。说的是呢。学着点啊！是那没人怎么？我跟您说，出来死记硬背，这都是小儿科。您那即兴发挥才能展示能力。可以呀、啊，就可以，就可以呀、啊！啊，行行行，今儿在这儿，我出个题目，看看你的文化底蕴怎么样。要考一考我？对呀、啊，我来，咱来，放马过来。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能耐。能耐，你看这词儿，都挺萌啊。什么叫文人墨客？不要删了，已经很味儿了啊。咱们来的一回词语接龙，词语接龙什么意思？哎，随便提这么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儿，你把它顶针续麻，一直连续接，接到后边当然了，哎，你说这循环着接也不像话，给你最后一个结束语，咱们接到哎十分美好的上边，就是说，就是一大堆，再说一遍，说半天他没明白，你讲的，就是啊。给你一个词，这个词和下一个词顶针续麻的接，接到十分美好。就是成语接龙，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吧？你能不能跟个人似的说话？不就是成语接龙吗？是成语接龙。比方来说啊，对不对？张冠李戴。哎，接戴字说。戴罪立功。接功。公私分明。明。名副其实，十十分美好，很简单嘛。行行行行行，但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个东西，你来，我听你说，我来提。哎，那很简单，就按照我这名字来。郎可言，按照我这名字，郎可言啊，郎，狼心狗肺，这是废寝忘食。十分美好。别别别别，先别捧他，别捧他。我说我名字就说的是狼嘛，狼贺言仨字呢。那我说言言，言过其实，十分美好。行行行行，等这回啊，我干出来了。我也别说我的名字，你也别自己提了。哎，今天咱让现场的观众给你提字儿。你给我接到十分美满的，怎么样？好、啊，等会儿我先捋捋。您的意思让现场的观众出字儿啊，然后我接到十分美好的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万一接不上来，很丢脸呢。没关系，丢的我也不是我们的脸啊。你今天要说不行的话，那也不行，必须行。你要不说的话，你的两只胳膊都会失之交臂。行行行，你来，你先安静一会儿啊！我跟大伙儿托付托付，观众朋友们啊，没听说过张鹤伦有学问，上这还自己说，把其他的老师们就贬得一无是处，咱们就放心大胆的给他提字儿啊！我有这么一个要求，咱们最好提那个清华字典呀、辞海呀、康熙字典里边拐弯抹角、犄角旮旯都找不着的那种字儿，最好是都知道发音，然后怎么写出来都不会的那种。咱们一块儿难为死他，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。来，咱们今天先从前面，前面的朋友，你给提个字。撇，撇，撇，撇。好了。那位大姐，你站起来。站起来干嘛？人家刚坐下。你告诉我这字怎么写？我刚才说了，写不写得出来没关系，只要能读出来就行。这撇叫什么？撇撇，这词儿太生动了。撇来了，撇撇，抬
始赶紧带了，能说吗？呀，啊，这是没问题，都学会了。好好好，满腹经纶啊！行行行，您说说呗。撇撇，泼一牙撇，没让您拼出来。你要那么说，应该是从泼字接啊，撇撇。我给你降低难度，可以音同字不同，好不好？好点了啊，撇撇，撇的一声，这也行啊。对，撇的一声啊，行行行，声。生不逢时，时不时，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我怕什么？行了行了，刚才那美女是你四姨姥姥吧？那是你四姨奶奶。你别来这套，真的是，咱不能给她面子。就来这边的朋友，彪，彪彪面的彪。哎呀，薅你粪吧！彪彪面的彪。你告诉我这字怎么来？你写出来好不好？你老管人写不写，这字典不用查。不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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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编的一声，生不逢时，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张鹤伦，你南京朋友不少啊。啊，还我说刨个坑给我来一个圈套，后边的朋友有没有？戳的一声，声再说不逢时，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今天是个家庭聚会啊，你们能不能提点难为住他的？就弄死他就完了。这是二楼的朋友，咱们给他提一个。咣！你再说。太过分了，你要再敢说端的一声，马上就是你张鹤伦的一声。我让你的自传改全传。有词儿啊，有词儿来，给我的一声，端端作响，响响彻云霄，霄霄你一下。我招你惹你了？这什么词啊？这是下下回再来。行，来来者不善，善善者不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儿旅游，这词儿啊，游游人止步，不不许动手。刚才谁削我一下的？手手到擒来。来来来之能战，战战之能胜，胜胜利锣鼓，鼓鼓往今来。太好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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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喊冤来了，这个来、啊、来龙去脉，脉脉脉相承，承承上起下，下下回再来。下回再来，这回我们都不走了。来来来不上来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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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来伴我的琴声。唱的还真好，谁让你唱的？说什么？说什么让你接来啊？你接生生生老病死，死死去活好。来吧，来日来来来日方长，长长生不老，老老当益壮，壮壮志凌云，云云开日出，出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虎虎踞龙
盘，盘盘根错节，节节足先登，登登峰造极，极集思广益，意志更坚，坚坚如磐石，石